辈子就想像向日葵一样，抬着头，迎着阳光，走进人群，勇敢的成长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我是郑安玉，27岁，神经纤维瘤的病人。蒙蒙的烟雾里夹杂着浓烈的鞭炮味，还有浩荡游行的队伍。今天是淡水一年一度的盛会，有一位女孩顶着大太阳穿梭在热闹的人群里，她是神经纤维瘤的病友郑安玉。盛会的表演声响此起彼落，游行的队伍持续进行着，此刻所有人的目光焦点全都聚集在游行表演上，没有人去注意到身旁这一位一起围观的女孩。好玩吗？不错啊。不错。对啊。一年一次哦。对，一年一次。喜欢热闹啊，喜欢热闹，就是庙会的，不是喜欢看庙会，所以都要喜欢去玩客。哦，是哦。小时候是你妈带你来的？小时候，对啊。是啊。没有，没有一定的。别人就冲啊，我就是大家都围观，我就自己挤到前面去看啊。人都很多，啊，人都很多。对啊，有时候会放看的，你就放。过完端午节以后，你就要去那个开刀了，你有没有把心事讲一下？心事啊，就祈求就顺利啊。对啊，然后希望说这个手术可以不用，希望可以快点清，快点醒过啊，不要再昏睡。这边大概快30年了，热闹我很喜欢看，我几乎每年端午节都会有，尤其是晚上超漂亮的，白天今天人比较少，因为今天好像上班的，所以晚上人超多的。又看不到。妈妈都有看，看过我就爱上。喜欢热闹的安玉，就像个充满好奇的孩子，在人来人往中走着，但他的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跟你讲说要手术的话，我们再来安排时间。嗯、所以你决定要手术。嗯。OK， 那我想我们可能给你坐的地方啊。改善多少？手术中还会治好，有可能只改善一点点，因为这个都是正常的组织哦。我们可能会先把你这个下巴这个做那个切除。这里有切过吗？没有。再帮你做一些处理，哈，再让这些肿的这个地方把它给弄掉，哈。那不大可能弄到完全啊，因为这个弄到完全，它这个肿瘤本身很会流血，会失血过多。大概就先做这个，其他都先不动。这个病有点像这样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嗯，那我这一块呢，这边有一块。所以你也要做吗？
你要做我就给你安排手术，然后可能一次不能做太多，因为这个很会出血。你刚好运气又不好，就长在脸上，有人是长在手，他们会脚都。有，还有很大脊椎的。对对，神经线，只要有神经的地方都会长。望着手中的住院资料，潘玉沉默着。手术后外观上能改善的空间究竟有多少？此刻他心情更是难以言喻。来到了淡水的渔人码头，这里是他散心的地方。吹着海风，静静地望向出海口，这时安玉突然涌起了一段回忆。在安玉成长的岁月里，有许多让他印象深刻的朋友，而这些充满温暖与感动的情谊，也让他有了很深的感触。会啊，会很高兴认识你。对啊。怎么说？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。你走过的路是？走的路很多啊，有些像什么人生的道路，或是工作上，或是要帮忙啊。对啊，这是我在一个环境上面学到的。那老师讲的啊，多一位朋友，多一条路，少一个朋友，多一道墙。我想很多朋友都真的很帮你吧？对。哦，你有觉得？有啊，帮我帮助蛮多的。是哪方面的帮助？就是有时候工作方面，有时候是当什么事情的诉说都有啊，他会给我一些意见，就不一样，不一定。这时也让安玉想起了他在阳光基金会的点点滴滴，以及他所认识的那群朋友。来，你的名字在哪？找一下。来，签你的大名，帮我们做纪念。然后你的名牌，来，你的在这儿。好，谢谢。捏着它，等一下跟别人认识就可以看到你的名字了。好 ，OK， 走吧。肯定会有一些帮助，可是，在台湾的话，目前健保局还是没办法给付。他认为我们不是属于那。好，就洗这个。对呀，安玉要麻烦你了。好，我洗啊，等一下洗了给大家吃。像今天他，我们并没有请他特别早来要帮任何忙，可是他就很早就来，然后就来这边问看有什么事要帮忙，然后从报到开始，然后帮忙摆一些东西，还很主动在帮我们的一些筹备的事。今天怎么来的？做水运。妈妈，妈妈，我陪你来。没有。多久来这里？他们有没有办活动？有办活动就会来啊。对。那你喜欢来这里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找到很多朋友。那你在这边有好朋友吗？有。哪一位？这边就是啦，都大家都是啊。大家都是。就是那两个。总是散发出满满活力与朝气的安玉，无形中已悄悄地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他说你认识安玉多久？认识蛮久的，大概几年了？安玉吗？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的？一样在阳光所以你们平常会一起阳光办活动，都参加了。对。那你觉得安玉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生？怎么说？都描述一下安玉。好好贴，然后真的。那你说什么贴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也是差不多。我知道是汗水的话，就是有那个有碰过面，但是没有熟识就对。是来阳光才熟识。对。了解安玉之后，你对安玉有什么想法？因为好像很多人都说他好乐观，对啊，有没有感染到身边的人？有
可是来中间，不过啦，谢谢小朋友，可以吗？后退再一点好了，敞开胸怀，大方的分享心愿。安玉把这里的朋友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一般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那因为有时候我会去问他说工作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那如果我知道的话可能去问一下阳光是不是需要提供什么协助。那他现在刚好也是在在慈济院上班嘛，那就很开心刚好有一个新的工作可以衔接。我觉得他很真的是蛮厉害的，像我们上次有一次是阳光办，就是今年年底阳光办一个活动嘛，春酒，那他很热心去找另外一个朋友，他是好像是烧烫伤还是怎样的啊，他很主动去跟他聊天，要提供一些就是资讯给他啊，我就觉得我安玉很厉害，就是那个大哥嘛啊，对了对了，他也是视障的，对啊，可能有共同的话题，那他就去跟他聊天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有主动去跟人家分享，就觉得很棒啊。我希望我们的 NF 基金会可以成长茁壮，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病友来都找我们，然后让他们可以勇敢走出来。然后愿望就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跑掉了，哦，叫他这只手，哦，不要搬太重或提太重，好进去哦。好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只手没有帮你调进去，你晚上睡觉这只手一定会麻。在阳光基金会的帮助下，憨玉不止结交了许多的好朋友，透过定情举办的技能课程也让憨玉学习良多。现在内旋外展都 OK 的嘛，哦，对，哦，我会想到什么按摩方法比较不会伤到视神经，比较不会伤到视神经哦。对，因为我自己是弱视。弱视，就是我跟你讲的眼睛那七个穴道啊，眼睛的目内眦，哦，转竹穴，嗯，哦，睛明穴，是，揉三圈，揉完以后让他闭着眼睛，用热毛巾跟他热敷这一带，嗯，哦。主要是想跟妈妈减轻一点压力。小腿外侧，小腿外侧。没有啊，妈妈有时候也会紧紧酸痛。对。对，然后我没想到说按摩这么复杂，我把它太简单了，它要很专精这样。头痛。对，然后每个穴道都有它不同的代表的位置。合谷穴又称为合谷、中合谷，代表器官都不一样。这样。打开心房，主动踏出第一步。新的视野随之宽广，安玉的乐观积极已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机会。这边谁会陪伴你？就是二舅妈吧，你妈妈。那她今天没有来。我二舅妈了。二舅妈，闪光500哦，两个都闪光。一只啊。右边，左边，右边的，左边没有光景，左边就看不到了。对，首先硬的没办法吃，可是你都吃的很正常。对，好，打针会过敏吗？不会。过敏。那医生有说什么？明天帮你开刀。对。那圈圈后，圈圈里面有没有青春？它是得一个全身性的神经纤维瘤。它这个神经纤维瘤的特点就是它跟身体哈是融合，组织软组织是一个融合，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，而且它这个蛮容易出血。那所以这个手术基本的目的就是它这个肿瘤太肿的地方，对外观不好看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保守治疗，把它切除，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大的变小。那要完全切除是不大可能，因为可能跟我们身体是融合在一起，有点像是我们沙水泼到沙。里面整个就融了，没办法把它分清楚。经过整形外科卢纯德医师的仔细评估后，安玉虽然知道手术后的容貌或许没有办法有明显的改变，但他仍抱持着乐观的态度去面对。
躺在手术房里，已经全身麻醉的安玉，这时已沉沉的睡去。但就在医护团队准备进行手术时，却遇上了一件棘手的问题。它是神经纤维瘤，对，是。哦，那它可能刚好长在脸部的位置，嗯，那个人神经纤维瘤好发的位置，那导致它插管之后有些许困难。那特别是我们要为了手术方面，我们必须从鼻子插管。嗯，好，那刚刚从鼻子插是不太好插，所以后来我们在内视镜协助下就顺利的插上。由于安玉的五官受到了神经纤维瘤增生的拉扯，不仅外观上受到影响，脸部肌肉不断的下坠，也直接影响了五官的功能。本身肿瘤蛮会流血，所以我们切除的范围不能太大，不然有时候那个止血是很难控制。那今天手术我们就尽量给它切到一个程度，让它外观不要变形那么严重。主要是做，因为它这个地方下巴这个地方垂下来，主要是做这个地方，让这个地方的量，肿瘤的量少一点，而且可能是变成要反复的这样子做这些手术，不要长得太快的话。那中间你今天在手术上啊，有没有需要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？就困难主要还是出血，所以我们变成说要边做边止血，边做边止，边做边止，尽量让出血量减到最低。那长在颜面的肿瘤，只要是长在四肢，我们可以用一些驱血带。啊，颜面的我们就不能用驱血带。驱血带颜面，你驱血带脖子一勒就不行了。所以变成说这个长在颜面困难点就在这。所以他耳朵是不可能往上移到比较正常的位置。往上你要整个移动，你手术是可能，但是这个出血没办法控制。有可能变成你给他移动，那其实他耳朵对他来说，其实我觉得不是重要，因为耳朵他头发都可是可以遮住，主要是他的颜面他没办法遮住。那其实他的左眼也失去功能嘛，因为整个都垂下来。我想大概一般帮他开刀的医师，通常都会选保守治疗，因为你切太多尤其是颜面的部分，那个出血是主要还是出血的问题，出血的问题没办法获得很好的控制，就没办法切太多。伤口还蛮大的，我再摸一下，刀疤还蛮长的，还蛮长的，对。把慈济医院当作是我的工作职场，那经过这两次的手术之后，我真的发现这里的医生、护士照顾病人真的是无微不至，然后也会关心你们手术完之后的状况如何，真的谢谢他们。然后我在这里两次手术当中也发现到这里的同事、护士以及家人对我的关心以及爱护，我才发现到说在这里工作不仅得到的是同事他们互相的关怀，还有护士他们的关心以及医生他们的鼓励，然后偶尔会来这边静静的沉浸一下这边的医院的对我的那个氛围、好处等等，然后也谢谢在这里在慈济医院的师姐，他们的互相关心以及后来病房蔡师大但病患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，也感谢师姐以及让人他们的开始以及刚好爱撒人间，我们请老师告诉我们怎么比好了爱
啊，都爱讲爱哦，啊，要洒人间，要安怎洒？哈，啊，人间要安怎避？我知影是人是安尼避啦，啊，人间啊，间唔知要安怎避哦，还是请老师再不会被我误导哈，来爱洒人间，爱一个人把它洒出去，人间洒一个人，绕一圈。来，准备好，我们一起来。融入在幸福的歌曲中，现在的安玉内心满载着爱。每天往返的捷运车厢就像是一部人生列车，离站了又进站，而这之间有人载走了寂寞与苦痛，也有人像安玉一样在小角落里散发着温暖。对他来说，这里渐渐的不再只有工作与医疗，而是感受到医者与病患共舞中萌生的革命情感，以及慈济家人给予的温暖照顾。还有一次就要互相感恩，好吗？来哦！最让安玉想不到的是，从原来只是担任文件传送工作者，到成为医院的病友，也经历两次神经纤维瘤的切除手术。甚至是与我们长时间的相识，我想不只是安玉感受到大家对他的关怀与照顾，我们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勇敢与乐观。